有生道参礼啦，书问云何事业？ A 讲金刚经。师曰最痴两字是什么？ A 如是。师曰是什么？生无对。这个讲金刚经的呢，他来参那个南梁慧真国师呢，慧真国师说你云何事业，你到底在做的啊，你一般的时候你在做的什么修行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对方就 A 说讲金刚经，哦，这讲金刚经的那个作者呢，先不是两下子哈，师曰啊，最是两个字是什么啊？这个讲金刚经当然知道了。A 如是啊，那如是呢？这个南梁慧真国师呢就问他说是什么？你说如是吗？啊，他说是什么？哦，啊，真无对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这个禅宗的手段跟那般讲经说法有点不一样哈，一定要了解这个禅宗的手段，好，你才有知道这很多事情的我们修行的过程。哦，萧宗啊，唐萧宗来问那个，问那个，有一次来问这个南梁慧真国师，然后说师在潮汐得何法？问他说在潮汐得了什么法？师曰：陛下海见空中一片云吗？哦，所以这个禅宗呢有什么法可得？无一法可得嘛。所以南梁慧真国师就对了这个那个唐萧宗就讲说，你问我说得什么法嘛？他说南梁慧真国师说，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吗？你看到空中一片云吗？帝曰说见。哦，唐萧宗说见。师曰钉着现挂者。哦，他说这片云可以用钉子把它钉着在空中，把它挂在那个地方吗？哦，这个当然不可以了。所以无一法可得，禅宗讲的是无一法可得，只是心与心相应而已。哦，帝又问唐萧宗又问了哈，如何是十生调意？就是如何是十生调意了哈？这是这个啊，当时的人的这个修行的法门，一种修行法门。师曰呢，来起立啊。他那个唐萧宗问他说，如何是十生调事嘛？哈，调意嘛？哈啊，师乃起立耶，会吗？帝曰不会。哦。啊，师曰唐萧，那个南梁总慧真国师也说，一劳真过尽平来。哦，你看当时那个禅师很了不起啊，他可以叫皇帝拿那个净瓶过来啊。哦，一劳真拿过尽平来。帝又问如何是无生三昧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南梁慧真国师用一种很快速的方法在接引这个唐萧宗。但是呢，一个皇帝贵职的人在修禅的时候呢，很难气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生活都要人家去供养，都要人家去服侍的人呢，他哪里有办法去悟道呢？所以说他问如何是十生调意的时候呢，师来起立。啊，十生调意行住坐卧，没一个地方不是的啊。哦，啊，那师来起立问呢，说跟他讲说会吗？帝曰说不会。那师曰说以老生过境平来，他不是说告诉你这个十生调意就叫做十生调意了吗？但是皇帝也不会啊。哦，不会。帝又问如果是无争三昧，无争三昧，无争就是啊，争论叫做那个嘛，三昧就是定嘛。哈，师曰啊，檀列踏壁炉顶上行啊。帝曰此意之何呢？师曰说默认自己清净法身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答话呢，啊，第那个唐萧宗不说如果是无争三昧啊，无争三昧，无争三昧就是定嘛，三昧就是定，无争就是没有争论嘛。哈，师曰说檀列踏，把那个踏就是那个踏下来的踏啊，檀列踏壁炉顶上行啊，就是这个他这样讲的话是一个很高的意思。你要讲无生三昧嘛，他就跟你讲说檀列踏壁炉顶上行。
是 DA， 让他对那个唐小龙不知道说主义之佛呢，是也默认自己亲近法身，默认自己亲近法身是这样，哦。司机常见地啊，多不视之。DA 正是大唐天子，师何以师不顾事啊，哦？所以说他这个他是国师嘛，所以跟那个唐孝宗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师跟常常跟那个啊，这皇帝见面的时候呢，他都不视，哎，一点都不看他一眼的。所以这个禅宗的人呢，你看他都平等到连皇帝在跟他在一起，他还是一视同仁啊。第一，这个皇帝这唐孝宗这样讲了哈，朕是大唐天子，师何以师不顾事呢？哦，但是真的是这个大唐天子，你每个人看到他都要顶礼怎么样了啊？跪拜了，那这个南梁中国师呢，他不理他师耶。啊，他这个南梁中国师讲说，还见虚空吗？啊，第一，哎，见啊，当然每天都看到虚空啊，怎么没有看到？所以见啊，师耶说啊，他还贬目视陛下吗？啊，虚空有没有眨一眨眼跟你看到你呢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亲近法身呢，我们的那个佛性呢是平等啊，哪里还要再看来看去的这个、意思？啊，还有一个这个于金荣呢，于金荣在这个来问那个啊，问那个南梁会中国师，于金荣应该是一个官的名字。哦，一个当官的人，还是一个官位的人的意思，来问这个南梁会中国师说：“师至白岩山十二时中如何修行，如何修道？”哦，他这个于金荣来问这个，南梁会中国师说：“师至在白岩山的时候呢，十二时中呢如何修道？”那南梁会中国师就换童子来把他摸顶呢。心心直言，心心立立直言立立，以后莫受人慢。啊，这将来表示说我这个就是我的修行方法了哈。我心心直言，心心哦，立立直言立立哦，以后莫受人慢。也就是说，他来回答他这个啊十二小时的修行。所以禅宗的修行方法就心心，不然就是急急哦，心心急急，这是修行人的方法。哦，师与子林供奉论义，供奉就是一个啊，在朝里面当画家的叫做供奉师了哈。论义哦，师生咒哦，奉 A 请师立义哦，请师就是请啊，把南梁会中国师立一个义来磨甲破，我来解释破解的意思。你立一个什么啊文章出来，我来。啊，来破解你的这个文章的意思，师耶，立意尽，啊，立意尽，啊，他也没有做什么动作，就是说立意尽的，啊，奉耶是什么？是什么意？师耶果然不正，啊，非公境界便下咒，所以说，就是意思说这个东西呢，不是你一般平常的人可以了解，所以叫非公境界便下咒，啊。你要教他第一个什么那个问题出来嘛？一个问一个什么义嘛？义理出来的话，他要来破解嘛？他要来解答那个这个禅师的那个心法嘛？但是呢，他那个南梁会中国师呢，就像立意境，他已经立好了，啊，那个供奉师是什么义？啊，师爷说果然不正，果然不正就你不会嘛，非公境界这个不是你有办法的，被下咒就离开了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啊。一是呢，是问子林供奉呢，佛是什么意啊？又来后来有一天呢，师就问这个子林供奉呢，佛是什么意 ？A 是结义啊，他这个子林供奉也是有点学问。啊，问他佛是什么意？啊，佛是结义，这个答案没错嘛，哈、啊。师爷，佛之迷惑，啊，现在这个，所以禅宗呢，你问说你有结，是吧？我是佛之迷惑，啊，啥还不知迷，哦，啊，师爷，哦，啊，不知迷做用结做吗？奉又不对，
哦，奉问说如何是实相啊？他又现在这主灵公哦，他这样告诉他，他也没有办法了解。这个地方你能了解，那就下咒了，哦。但是你不能了解，哦，就再来，哦，就再来。啊，他说什么样呢？哦，他就一直呢问主灵公公说佛是什么意？那对耶呢说是劫意。那个师耶呢佛真迷哦。那你说劫，佛有迷吗？啊，佛是什么意？他说劫意。他说佛有迷吗？那时候不争迷，那是用劫做做什么啊？然后悟的，因为没有悟到嘛，啊，这么简单呢、啊，啊，然后这个主灵公公又问，哦、啊，又问如何是实相？师爷把将虚空来，啊，然后说你把虚空拿过来啊，啊，把虚空拿来，哎，虚空不可得，啊，哎，他虚空不可得，问实相做吗？哦、啊，这个就说你说要问个实相，啊，把虚空来。啊，那虚空了不可得，啊，问实相干嘛？啊，虚空尚不可得，问实相说什么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说你如果没有悟到，你问来问去呢，问到最后呢，还是一样，还是，哦，为什么样呢？他说，奉又问如何是实相？哦，什么是实相？什么叫实相般若？什么是佛的实相般若？哦，师爷呢，将虚空拿来，你把虚空拿来，我告诉你，哦。那个公公说虚空不可得，那虚空怎么拿得下来？哦，师爷，哦，虚空尚不可得，问实相做吗？他就这样，我们亲自的告诉他。然后下面这个公案也是很有名的公案，哦，这个公案下面这个公案是，叫做在那个地勤塔样，我把它。定那个名字叫地勤塔样，啊，师将涅槃持代宗，这个时候已经代宗，从萧宗到代宗了，啊，所以他这个经过两个皇帝，唐萧宗、唐代宗，师将涅槃持代宗，啊，代宗呢，啊，师灭后呢，弟子将何所记？哦，这个是要。来到慧中国是准备涅槃的，就跟那个代宗来持这个代宗，代宗就讲说：师灭度后呢，哦，弟子将何所记？就是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记，来那个纪念这个啊、你呢？我是讲师爷呢，说告坛烈造起一所无奉塔，哦，告坛烈就是说告诉这些弟子呢，造起一个无奉塔，哦，但是。因为那个唐太宗要有什么可以做纪念的，他就说啊，你就告坛烈，告诉这些弟子，告诉这些弟子造起一个无奉塔，啊，那个唐太宗就说请师起塔样，哦，他要请那个啊那个南梁会中国师给他一个塔的样子，他要帮他造一个塔嘛，哦，师良久，好，哦，像就这样良久。就这样定在那边良久，好，爷爷说会吗？哦，哦，那就跟他说，他要起那个塔样吗？哦，那师就这样，啊，定一下子在那边良久了，良久是一阵子，良久一下子也不是说一两秒钟了，可能是几分钟了哈，良久有一阵子哈，他问说会吗？爷爷说不会，师爷。这个南梁中国师就告诉他说，贫道气候呢，弟子应真切知此事。这个南梁公中国师呢，他的法传给那个丹莲应真，丹莲应真当时是侍者，所以弟子应真呢，应知此事啊，启招闻之，你就叫他来，你问他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无奉塔，大力十年。大力十年是西元776的时候呢，代宗的时候呢，这个大力十年的时候应该是西元776，12月19日，12月19日右邪而逝，就是啊侧卧右侧卧而逝，就这样往生，他躺着往生哈，塔以荡足骨啊，后遭应真呢问前话，遭了那个。当年应真来问前面说造无奉塔的事情，
那个针也是这样，那个，单连印针也是一样，这样定一下一下的，定一下子，哎，圣上会吗？啊，帝爷说不会，啊，那个针呢，这个印针呢，数据耶呢，相之难，谈之别，啊，相谈呢，相谈的难呢，跟相之难，谈之别是同一个地方，他讲的是相之难，相之难就是谈之别，啊。中有乌金，中有黄金冲一口，无影四下何同船，啊，琉璃殿上无知事，啊，就是说这个乌凤塔呢，乌凤塔呢，它这个印针呢，单连印针呢，就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句子，叫做相之难，谈之别，中有黄金冲一口，无影四下何同船，琉璃殿上无知事，啊。又附送耶呢？乌凤塔见海南，啊，这个沉潭不喜攀龙欢，沉落落影，沉落落影团团，万古千古万古与人看。这两个句颂同样在讲一件事情，哦，就是在讲乌凤塔，哦，但是呢，当时的这个戴宗呢也乌不来，所以说这个在。这些宗门的事情呢，到了那个贵族的手中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很难，反而很难那个。但是南梁啊，徽宗国师虽然是也是六子的弟子，他的法传给这个旦年胤禛，旦年胤禛呢，旦年胤禛的时候呢，又传给那个吉州正遂，吉州正遂又传给。金兰道元，金兰道元再传给那个归鸿宗密，这是我们到了归鸿宗密才知道他是南梁徽宗国师的这个法脉。但是呢，归鸿宗密呢下面再传下去的法脉呢，在五灯前师里面呢找不到再下去的那个，还有传灯录，还有这个紫微录里面都找不到他后面的传承。啊，所以说这个禅宗的修行呢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些琐碎的这些公案中呢，把它整理是一个我们能够了解的，我们能够悟到的。你看这个乌凤塔，乌凤塔同样这个师父跟这个徒弟所表演的，表演的都是同样的一个，所以戴宗来。在起招问这个胤禛的时候呢，胤禛也是一样，良久就这样定在那一下子，哦，啊，问圣上会吗？帝爷说不会，啊，胤禛四季爷就在这个地方讲说，相之难，谈之别，相之难，谈之别是同一个地方，只是名词不同，相之难就是谈之别，谈之别就是相之难，这两个是同一个地方，中有黄金冲一口，无影四驾何同船。琉璃殿上无知事，哦，琉璃之上无知事，护送耶呢？乌凤塔见海南，啊，沉潭不喜，啊，苍龙潘，这个很干净的水潭里面呢，你这个龙要在那边翻滚呢，没有办法，哦，沉落落啊，影团团，千古万古与人看，千古万古与人看。千古万古，过去世到现在已经千古万古了。哦，我们这个乌凤塔呢，还是没有人知道了。哦，所以你悟到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乌凤塔。哦，你如果知道乌凤塔呢，啊，就知道这个公案。好，哦，那这个公案就我们如果这样去介绍呢，如果你能够得到效果呢，那我们恭喜你，就这样了。